在这个简短的视频中，我们将展示如何使用 Split 硬币进行交易。请注意，要接收交易，您的钱包余额中必须有 Smart 硬币。打开您的钱包，在主屏幕上找到 Split， 并点击它。您可以通过点击 Send 按钮发送硬币。请输入要接收硬币的钱包地址以及要发送的金额，确认此操作。交易完成后会有消息弹出通知交易已完成。您可以通过点击 Receive 按钮接收 Split 硬币。在打开的窗口中，您可以看到您钱包的地址，并且可以复制它。地址还以二维码的形式展示，直接点击它们就可以复制您的钱包地址。您还可以直接输入您想要接收的硬币的数量，并将二维码直接发给那位要给您发送硬币的人。当他扫描您二维码的时候，您想要接收的硬币的数量将直接显示在他的屏幕上。我们要提醒大家，任何 Split 硬币的交易，即使是1000枚硬币中的一枚，也会重置所有硬币的分成倒计时。如果您还有任何问题，请联系我们的客服，我们将为您提供您需要的帮助。祝您一切顺利。